那时候我是第一次参加 CO， 然后我只是想说啊，我就把看到都记录下来。然后我在记录的时候就拍拍拍，然后就有学妹跟我说，哎，那是图瓦鲁的代表哎，然后他就教说岛国要生存，岛国要生存。然后我就在想说，台湾不是也是个岛国吗？如果台湾不做些什么啊，不就是下一个？而且我们如果不喊些什么，我们真的可能根本连喊的机会都没有，就直接拜拜。位于南太平洋的小国图瓦鲁，地势低洼，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对图瓦鲁造成非常严重的威胁，人民也被迫移民至纽西兰。I never forget Tuvalu. Yeah. I always want to go back where I was born. And that's my dream for my future. Back at home, it's a bad place. Best place ever in the world.这个残忍的事实令张良一震惊，他忧心气候难民的流离失所终将成为世纪灾难。2011年，张良一串联来自各地对气候变迁充满热情的青年，组成台湾青年气候联盟，共同参与台湾的未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改变世界、舍我其谁的张良一。Be the one! Be the one! Be the change! Be the change! 请大家给自己一个掌声，谢谢。欢迎收看《真情台湾》。全球暖化的议题，你我并不陌生。近年来，极端气候已经在全世界各地造成了影响和威胁。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来宾，他不仅深入了解气候变迁，同时用具体的行动守护着地球。欢迎台湾青年气候联盟的发起人张良一。梁一好，一芬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你大学是清华大学的生命科学系，对。好，然后研究所你也毕业了，你是台大医学院的解剖学暨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哇，这个听起来跟气候没有直接的相关，完全没有关系。那是什么原因让你会开始去关注气候变迁这个议题呢？那是在大三的这一年，然后去交换学生在瑞典的时候，看到了很多不同的生活方式啊，可能是在垃圾处理上面很先进。然后参观完之后回到台湾，然后参加了一个课程。那在课程的时候，其实自己也懵懵懂懂，自己是生物相关的嘛。然后去参加课程，它的名称就是气候变迁。所以2009年，你还邀请了清大的同学们一起，好像去参加了在哥本哈根联合国的气候变迁会议吗？对，其实那时候也是什么都不知道，什么联合国、什么气候变迁都没有很了解。我们就一群人因为那个课程就组了读书会，就每个礼拜固定时间讨论这四个字到底是什么，然后那个数据怎么来。但是就在我们前几天第一周在访问，结果刚进入第二周的时候，各国的首长因为那个京都议定书的条约在那一年要重新审议，也就是说各国的官方代表，包括美国的总统啊、哪国的总统都去那边要谈判，说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制定全球暖化的一个共同的法律的文件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个让我很震惊的画面。他们的主题是那个是一个来自台湾的友邦的图瓦鲁的一个老太太，然后她就跪在地上，然后拿那个她自己编的草席，就写说我们要1.5°C 才能够生存，也就是350。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天哪，这个人怎么这么疯狂，在这里哭啊、摇旗呐喊这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对，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这样？然后我就访问他，在访问的过程中，他就讲说他们的家园因为海平面上升，然后土壤被侵蚀，他们的椰子树、他们的很多人的作物都没有地方可以种。然后这时候学妹就在旁边拉着我说，学长，那个图瓦鲁是不是台湾的邦交国好朋友？哎，那台湾也是一个岛国，那如果是我们也是岛国，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然后我就那时候想说，哎呦，学妹问我了，这个身为学长的好像也没有正确答案，我也不是这个专业的，我也第一次来。那我就想说，学妹，我们可以拿相机把这个影像拍起来，然后回去我们可以分享给更多人知道。
所以那时候只是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你看到了图瓦鲁那位妇女的一个呐喊。图瓦鲁这个国家目前，因为他们要正负一度1.5度才能活，对，现在看来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那这个就是其实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叫气候正义。当气候变迁发生的时候，这些人的居住权、生存权、饮食权都没有的话，那我们怎么样去做到平衡世界上的贫富差距或是生存权利？所以是不是有些国家可以接收他们？像我们讲的这种就是气候难民嘛。对。目前好像南太平洋上，我知道好像纽西兰，对，它是有在接收气候难民。有图瓦鲁的居民已经搬过去了。然后我们这个计划有一个伙伴也去访问了图瓦鲁的搬过去居民的一个妈妈。是。然后那个妈妈就说，这已经不是她的原本的文化跟家乡了，她永远心里还是会想着图瓦鲁的那个岛。那个的椰子树，可在纽西兰可能因为住的环境不一样，就已经不是他原本的小时候的生长环境。我想梁一，你实地去了萨摩亚，然后又听了其他的伙伴讲了南太平洋诸岛的各种的情况，我相信那种身临其境所引起的危机感，绝对比我们这些还没有去过，只是听你这样讲的人要来的多很多。所以因此你回到台湾来，你就开始组织并且串联台湾的青年们，希望他们能够一起加入关心气候变迁的议题嘛。那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再回来聊。好。I'm 24 years old. I'm from Taiwan. And I'm part of the Taiwan Islamic Foundation Project. 3 years ago, I was in Copenhagen in COP15. And I was there and I saw more than 150 youth working together, and we learned together, we learned how to make a campaign, how to make an action.张良一与台湾青年气候联盟的成员积极参加国际性气候变迁会议，让世界听到台湾的声音。每一年的 COP 会议，台湾青年都不缺席。Village in Kaohsiung was destroyed by mudslides. The village disappeared in few hours. 团队的整个合作，我觉得是让我真的很感动的地方，因为我们从青年会议开始参与，大家都做了很多贡献，不只是我。We created this methodology called Children's Land as a tool to nurture and value children as agents of change in a very, of course, a very young age. Hello, everyone. We are Taiwan Youth Climate Coalition (TWYCC) TWIC. We are the first youth-l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n Taiwan.除了参与国际会议发声，台湾青年气候联盟也发起气候选战，呼吁候选人重视环境政见，呼吁选举人用选票决定环境的未来。年轻人的热情与创意突破框架，跳脱传统，快闪行动就常常吸引大家的目光，进而对气候变迁议题的关注。这一股青年气候行动的热力也开始散发影响力。My name is Danny. I'm from the UK. I am here. I'm here to lobby governments and change things because of Taiwan. 夏，你成立了台湾青年气候联盟这个组织，你当初成立它的宗旨是有哪些？国际上的年轻人，他们十几岁就在关心这个议题，然后在生活上，在政策上面都在提议了。台湾没有人做，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如果我没有延续我学长的精神，再去把这个扩大，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对台湾的未来、台湾的社会、台湾的环境都是很不好的。所以我就开始号召很多的人，结果号召下去，就只有一个人这个回应，就是另外一个来自高雄的女生叫恩典。那时候我们就两个人想说，好吧，那就也是办读书会分享开始。结果来了，个别都来了60几个人啊，然后我们就很震惊，想说，哎，其实大家都很了解这个议题很重要，然后大家也想要做些什么。然后我们就发现，其实大家都只知道，这个跟环保有关，可能每天就是资源回收。但我们在国外看到有很多新的更创意，可能种树啊，小朋友可以种树，然后或者是我们在设计商品的时候有什么创新的绿色环保的思维，哇，这就是台湾这边我们可能比较缺乏，所以我们就是针对台湾的年轻人做扩展青年气候行动。
拓展青年气候行动，所以就八个字是你们的宗旨。因为其实气候变迁跟人权有关系，像我们居住的地方，如果因为极端气候，像其实之前在莫拉克风灾的时候，台湾就有一个小林村很难过的，就是必须整个迁，必须做迁移，那其实就是跟气候变迁有关，但那个不完全是环保，它可能跟人为的规划不周全有关，可能跟这个大雨有关，因为极端气候的关系，那这不一定是台湾自己能够解决的，必须要可能我们要跨邻近的国家，或者是去更了解这个议题怎么样去做改变。哇，这感觉是一个很大的议题，所以现在良医打算怎么切入呢？所以我们其实在联盟里面大家都会说我们要自己有自己兴趣的议题，像我自己是念生物相关的，我可能对海洋对森林这块可能比较熟悉，那有些人是念都市规划的城市工业的工程的，所以我们就是大家都有自己锁定的议题，然后大家在讨论看怎么样来合作。所以现在你们台湾青年气候联盟其实已经变成听起来像是一个大家可以提出一些想法或是一些想法可以互相激荡的平台，但是话又说回来啦，其实 我相信良医，我们从你的大学你的研究所的这个背景读的都是一流的学府啊，那但是真的都跟你现在所做的事情其实没有关系，但是呢你的爸爸妈妈或者是老师一定对你的期望是相当高的啊。那当时你决定要做气候变迁，听说还闹了几次家庭革命吗？其实一直以来都需要沟通，对于家长就是爸爸妈妈来说，他们就很关心说你都已经决定研究所走生医研究这条路，你为什么其他时间你都不好好休息，你都在每天都在弄什么办活动啊，去快闪啊，跟你的研究也没有相关，到底想要干嘛这样。结果就在累积的过程中就很多次其实家人不谅解，他们就会觉得说你也够了吧，你也做了三年，组织也做了，也有一点点一群人大概二三十个人的时候，那你差不多该去找工作啦，你不要再去做这件事情这样。我看到好像你也会邀请爸妈去听你的演讲。对，那也是让我人生中最印象深刻的一个晚上，因为我从来没有在自己爸爸妈妈面前就是像刚才一样就是很热情的讲说我要做什么行动。那时候就也是吵架，然后那时候就传了简讯给我妈妈的手机，然后讲说几月几号在哪里我办了一场演讲请你来哦。就讲到最后的时候我就说其实今天有两位特别的嘉宾，然后大家就开始四处张望，我就发现哎，其实有两位就是年纪比较长，其实就是我爸妈。我就请大家说其实今天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演讲，爸爸妈妈有来，那可不可以请大家借双手给他们一个掌声鼓励，如果没有他们养育我到现在，我没有办法就是做这件事情到现在。然后我就开始崩溃，就开始哭这样，然后我的朋友开始就说啊，梁青你很棒啊，可是那时候爸爸妈妈就是默默地站起来然后鞠躬而已，然后结束他们就离开了。结束完之后看到简讯，妈妈说明天中午一起吃个饭，然后爸爸就跟我说你真的很想做这件事情耶，然后我就说对很想做，但是你知道你要当兵然后要退伍之后要找工作耶，我就说对你真的很想去哦，真的很想做这个整个气候变迁事，说对好啦，我们家也没什么钱，但就是你自己要你衡量自己的经济状况，如果有需要的话爸爸会帮忙支持你这样。所以这边有是爸爸写给你的卡片对不对？对，这是他们听完演讲之后才写的。他这边写的是说你的快乐就是我们的成就，其实一直是我们的骄傲。这是爸爸给你一个很大的鼓励哈。对，就从一开始会觉得他其实根本就是不喜欢我在做这件事情，到后来他愿意加入参加演讲，然后用文字用行动给予支持，都是让我觉得哇，就是家人这块是在做这个历程上面影响我很深很深的。从此之后你就更不能说是如虎添翼，但是你心里的能量是满满的。对，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来看一段影片，那是你在南极拍摄的一段纪录片。对，那我想那也就是正是地球的某个角落正在发生的事情。是，那我们再回来聊。好，
2013年，张良一获选成为2041南极探险团队。从全世界海选出来的十多名年轻人中，台湾地区唯一的代表。这边是 Nicholas Harper， 这边可以听到南极大陆最安静的声音。参加的是环境保护的探险团队，那都要做生存训练，所以你要去之前都要缴交一个计划书，这计划书是为期要一年。那你在去完回来之后，你要对环境保护做了什么事情的提案，他们再经过筛选才能够加入。How many people here believe in climate change? Good. In 2002, the Larsen B ice shelf broke away. 10 years ago, people did not believe that climate change was happening. Now, you're going to see it with your own eyes. A piece of ice that should not be here.南极探险之旅是张良一参与气候变迁议题以来最刻骨铭心的一次旅程，也是他对守护环境永续发展的承诺。回顾五年来所做的一切，张良一给了自己这样的评语：我其实最近刚好在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在国际讨论也是到这五年来就重新做一个检视，然后我对自己的评分应该是一个惊叹号。现在想起来都会觉得，天哪，好不可思议哦！再点开南极的画面，再看到企鹅的叫声，都觉得我真的去过这个地方吗？我觉得这个惊叹号也是提醒自己，就是有没有持续的有这么强的意志力跟梦想力，去想要改变这个世界跟这个社会。我觉得是我不断在提醒自己在，接下来的人生的道路上面，下一个五年要做的事情。刚在影片中看到的是由极地探险家 Robert Swan。他所创立的一个南极2041活动，可不可以先请良一帮我们说明为什么叫2041？就是保护南极的有一个国际的条约，马德里公约会在2041年的时候到期，也就是距现在20几年之后。那希望在那之前，各国的领袖能够签订永久的保护南极的条约。哦，所以就不是是20几年或者30几年，希望是永久的。所以这活动良一去参加了嘛？对。那在那个时候，好像也因为这次很难得的经验，其实你确定了你人生未来的目标，对不对？对。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你在南极看到了什么，足以让你撼动你一生的一个画面？因为是自己一个人从台湾出发，然后还没跟团队结合的时候，自己不断在重新思考我的人生的方向，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到底一开始只是为了要保护，希望资讯带回台湾而已啊。那为什么我还要再做这个计划？要花这么多的钱，可能是一般工作人员3年到5年以上的薪水。然后我就开始去思考，知道了到南极碰到了团员，碰到第一个团员就是来自香港的女生，她就跟我说：“哇，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你的资讯哎，你之前做了好像有快闪，有演讲，还有你爸爸妈妈也参加了，你怎么做的？”哇。那天晚上我就先吓到了，别人因为了看到了同样的资讯，然后一样惺惺相惜，然后一起做这个事情，然后我就一直一直从伙伴的身上找到了自己要做这个议题的动力。我们都很傻很天真，我们相信我们在做的事情一定有可以达到的一天，一定可以改变这个社会一点点。然后我觉得那个很正面的力量，就是支持我现在能够一直持续去做的。这个是南极的风景。对，其实那一块冰层也就是我们那时候上去的冰层，那在那个冰层上面他就会跟我们说全球暖化会造成南极冰层融化的速度有多快呢，他就让我们站在那个冰层上面爬上去，想说为什么要爬上去，他就说你看这个大小原本是法国国家的大小，很大，但现在可能比台北市还要小。然后我就觉得天哪，这个大小的换算，我自己去找那个比例，我就觉得天，这个融化的速度，人类的工业化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影响太严重了，那边有很多的融化之后几百年的冰层就再也不会再回来了，就是那些冰层。所以这些都是带回来台湾再跟大家分享嘛。对。但是要其实像你刚刚讲说去南极，每一个人是单独踏上旅途，而且你必须要准备一笔
一笔资金嘛。对，其实你当初零零总总应该也有七八十万的资金，其实这不是一笔小的数目，是这每一分钱都是你自己去募集来的。听说你那时候在募款的时候还制作了明信片，对不对？对，那时候就很天真的想说募款也不知道怎么募款。那明信片的部分就是我承诺说，如果今天你愿意捐一点点的资助给我的话，那我可能可以从最靠近南极的邮局寄一张明信片给你，这样子。所以你上了飞机的时候是带了这么多的卡片？对，然后我很震惊的是这么多哎，然后很多人甚至我都不太认识，可是他们愿意捐钱给你，然后也愿意写这些很感动的话给我。我看一张哈。他受到你的影响哦，他说他自己也因为看到了你的努力与付出，间接地改变了我原有的封闭和停滞。没想到其实你在你为了地球守护地球去追求做的事情气候变迁，其实这样的精神因为大家没想过也会影响别人对他们自己生命的一些安排。对，我现在都想都没想过。但是后来你真的决定了我这辈子还是要做跟气候变迁相关的事情，但是你选择了气候变迁，同时你也势必得放掉一些什么。你觉得你放弃了些什么？我其实会想要走声音研究，是想要成为一个医学研究者，解决人们免于疾病的痛苦。因为我自己的奶奶是心脏病，在大年初六的时候过世的，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好，我一定要就有那种仁者医人的心这样子，然后去解救很多疾病的痛苦。就没想到我这么喜欢的事情跟我碰到气候变迁是一个我觉得好像我不做就很难再去往前推进的感觉，一个好像是我好像在那个时间点很应该去做的事，在喜欢跟应该之间哇好难选择。一个小朋友在演讲的时候跟我说，哎，你从一人变一地球了耶。对啊。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好，就为了台湾的应该需要的地方往前进去，往前努力。我想你想要传达的观念或许就跟这是你姑丈为你刻的募款的竹筒上面有一句话是成为改变你会看见，因为我就引用了甘地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成为你想看见的改变，但我就把它变成了中英文的简单版本，就是 be the change you will see。成为改变，你一定会看见你自己影响力的。只要我们现在做点什么，对，如果没有做什么，是什么也不会发生的。对，那所以你参加南极活动，他是一个南极探险家，Robert Swan， 他也说过一句话，他说地球最大的危机、最大的威胁，就来自于你相信别人会去拯救它。所以梁怡，你就决定了成为那个，哎，我要起身拯救地球的人。那当然，你一定希望说有更多的人能够一起加入守护地球的行列哦。那今天非常谢谢梁怡到节目中来，谢谢你，谢谢一芬，真情台湾，谢谢你的收看，我们下周见。